搭了一个上坡的转折点，我靠，差点累的，好累！现在才2公里，还有8公里，好累啊！现在下坡很开心，等一下要爬上了，我靠！爬山路真的很爽，我靠！稍微比较不喘，等下就是会一路这样下坡，然后到一个红色的大桥转折之后，现在怎么下，等下就怎么上来。不过开心的是，到终点那一段全部都是下坡。